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不是，爸，你想让我说清楚什么呀？他一个小片警，一穷二白的，一个月赚的工资还不够每瓶醋的呢。你让他凭什么娶一个美国毕业的高材生啊？我要是他，我都得退。你在这还替他拔创，你什么话都不用说，你就等着我什么时候把叶子给你娶回来，到时候。 我看你还得错什么？站住！你这混小子！哎呀，老伴儿，来来来来来，消消气儿吧，消消气儿，来，坐这儿。哎呀，儿子呀，的确做的有点那个，但是我觉得儿子说的是实话，这快乐配不上叶子。就你明白，你知道叶子心里有谁呀？啊？ 我不知道他心里有谁，但是这事儿要搁我身上，我也得掂量掂量。那是一辈子的事儿啊，那叶子跟咱儿子过的什么日子？他要跟着快乐过的又是什么日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行了行了，我不听你说啊！哎呀，那吃什么饭呀？叶子，我得回香港团了，我就没等你啊。我打听了一下，梁子龙呢，明天就出来了。 我会直接去跟他谈那个委托书的事儿，还有呢，你有什么事儿就给我留言，我呢只有在宣讲的时候回复不了，之后完事儿了，我只要看见了，我会立即回复你啊。你是不是现在还在宣讲团啊？下一站去哪里啊？怎么了？没联系你啊？ 我觉得吧，第一次恋爱就遇到这么大一难题，确实也挺难的。要不这样，你换个人试试。姐姐，我不是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好吗？我知道我说错话了，我这不是为你担心吗？因为我觉得吧，感情这个事情一定要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上。像我现在好像就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个可能没有希望的人。我觉得我的付出必须建立在别人也付出的情况下。 你可以理解吗？我不是讨价还价，作为你的好闺蜜，我就是怕你受委屈。我不这么认为。只要他没结婚，我还有机会，我没有放弃，这证明我还有希望。喂。哎，穆萨。 你给我总结的那个稿子真是太棒了，连方所都说好。这样啊，我呢是今天临时回来一下，看一下叶爷爷病了住院了，然后这样吧，等我这边完事儿以后呢，我一定好好请你吃顿饭，以示感谢，怎么样？不用请我吃饭了，要不然这样吧，我买点菜，然后来到我们家里边，我来给你做，正好我们大家聚一聚，怎么样？没问题，那天我来做好吗？ 那不跟你多说了啊，拜拜。好。快来说明天梁子龙会放出来，他会陪我去找梁子龙当面问清楚委托书的事儿。啊，爷爷现在的情况，我们不能再去找他老人家问这些细节了。叶子，我跟你说啊，这种人啊，咱们就直接法庭上见，因为他就是个诈骗犯，等他出来之后直接送监。 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一定要弄好你的设计，把其他的事情交给我，爷爷我来照顾，还有你。至于这个梁子龙的事儿，也交给我来承担。小亮，这都不是你该承担的，所以还是交给我自己处理。尤其梁子龙，看在梁奶奶和好汉的份上，我也是应该先找他谈谈。不是，这种人你还跟他有什么好谈？ 他但凡有点良心和底线，他就不可能趁着爷爷生病和你出国的时候给你们来个釜底抽薪。他妈跟他儿子也不可能成为他的挡箭牌。说不定，他在干这些事情之前，他就是这么想的。他知道你们会看在他妈跟他儿子的份上，对他网开一面，所以这种人跟他没有什么好谈的。哎呀，这种人真的是太可恨了。哎呀，我的大设计师。 你就别生气了，还是那句话，你现在最关键的是一定要完成好你的设计，把其他的事情交给我。
我先回设计室了。好。叶子，等晚上忙完了，我陪着你一块去看爷爷。 叶子，哎，我给你带了些吃的，还有这花。来，我饿跑了好几家饭店，我跟你说啊，这设计图竞标成功才能保住老宅。叶子，我跟你说啊，你呀又多虑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现在只要专心弄好你的设计，其他事情都交给我啊。你们那宣讲团不是说负责一个月的时速，你怎么又回来了？我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演讲完就回来了，然后我一直在医院陪叶子他爷爷呢。叶子最近有点忙，我说能帮他一把就帮他一把。对，那他爷爷怎么样啊？我还说明天早上去看呢。这说原本说呀，说是脑血管的问题，现在查有时候是心脏的问题，但是呢，检查做完有说问题不大，最早还是说要做个什么支架手术，这都不用做了。那这样好，你说那么大岁数了，就别再折腾了，就是，而且我觉得啊。 这爷爷经过这次事儿以后啊，一下老了好些个。我说你能陪陪他就多陪陪他。可是你多辛苦啊，这都得来回的跑啊。没事儿，这不就跟通勤一次一样吗？没关系。我这还担心呢，你跟叶子的事儿，啊，这个小亮不是成了咱们这片儿承建方的负责人了吗？嗯，是不是？这个叶子可天天跟他在一块儿呢，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您就别这瞎猜了，人叶子现在竞标咱们这一块的什么绿地、园林啊，什么街心花园设计的，他跟小亮在一块就纯属的工作关系。就你心大，哎，您得了，妈，您赶快回去睡去吧。啊，行，睡，你也休息吧，睡。整天一睡一睡，你走吧，快走吧。 哎，快乐，这么晚还没睡，我下午给你打电话，你手机关机了。那时候我在演讲呢，接不了电话。还有，我刚才去医院看爷爷，然后梁阿姨跟我说你给爷爷送完饭就回来赶设计稿吧。啊，时间紧迫，等我弄完了再好好陪陪爷爷吧。我今晚得熬夜了，你也早点休息啊，真是辛苦你了。还特意赶过来看爷爷。不是，你设计上我帮不上你忙。 那个照顾爷爷我还行，还有叶子，我知道你忙，可能不让吃晚饭，我给你买了小馄饨。我应该就是在你这设计室的附近，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门啊。啊，你在门口？哎，那好，我现在出去接你啊。快乐。叶子，快进。 来来，叶子，这是专门给你做的燕窝。哟，王警官都这么晚了，你还过来啊？快乐去看爷爷了，还给我带了小馄饨。啊，小亮，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在，所以就买了一碗。幸亏我这啥都有，我也不缺你这个馄饨。哎，叶子，来来来，把这燕窝先吃了。我真的吃不下。哎，快乐，你看，这是我的设计图，明天呢，我必须要交。 那个我也看不懂，但是佳友啊，叶子，我来呢就是跟你们说件事儿。今天下午梁子荣出来，这我们都知道。知道了。啊，嗨，我是觉得他酒驾，这会儿应该也出来了。但是我跟你说，这种人咱们没什么跟他可说的，咱们就直接法庭上见。不是，不要当面交涉一下吗？他毕竟梁大妈的儿子呀。我跟你说啊，现在叶子没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咱们直接走法律程序最简单。
我今天下午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说这件事儿，但是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那就继续吧。我们也真是没有精力跟这种人去耗费时间了。那行，那我就先走了。叶子，你加油啊！哎，那我送你。不用不用，别打断你思路啊。那我照顾叶子了啊。好，慢点。本来啊，我明天才能出来，但是呢，哥们儿我这日子到了，哎，下午就没时间了。再一个，哥们儿在里面表现好，哎，谢兄弟们接风酒啊，嗯。还有这老爷这事儿，一定给你们办。别忘了，咱这手里头都有老爷子亲笔签名那授权书，谅他孙女说不出来什么话。那得你按原则的走，必须的呀！来，先干为敬啊！走着。温金星，这二天我以为你得把酒戒了，没成想你这一出来照和不误啊！我告诉你，就关我那笼子，十几个。一半都是酒驾进去，处理我的时候问他们还喝不喝，再怎么着都说喝呀。你这酒啊是戒不了，哎，可是你们这车得戒了，5年之后再考本，这可挺折磨人的。那是你们啊，哎，我再等十几年，等我儿子18的时候，我让他拉我。你儿子多大？6岁了呀。哎，各回各家。哎啊，回头电话。电话。说一声，你说我要车，不是大哥，都大袋儿啊，我也不是吃素，刚从看守所出来啊。不是大哥，疼，让你爽爽，你知道吗？大哥，我这上了老下了小，你要什么就说一声，疼。行啊，两件事啊，第一，不要再打叶家老宅的主意啊，第二。把那什么那委托书明天给我拿来，就在这儿啊，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啊！行，听见没有？听见了，给我站好了，贴好了。大哥。这俩倒霉，什么玩意儿啊？打我！你四九城，你不打的他，我梁子龙什么人？就是不走啊！哎呀，此等宠爱，夫复何求啊！你知道我们不是那种关系。来，给你看一下设计稿，就等你过目了之后，我就发送了。我认为这个没有问题，而且时间上也不允许我们再犹豫。发送吧。专家团呢，对我们公司的资质已经通过了，现在就差你的设计稿。这个专家团队里边有一个外籍专家，非常的专业。如果顺利的话，今天晚上应该就可以收到内部消息。你醒了？斯蒂文，你来了。叶子，完成了吗？嗯，
完成了。那太好了。那叶子，那这样，那一会儿呢，我跟史蒂文一块儿去参加竞标会。叶子，你确定你不跟我们一块儿去吗？我太累了，而且我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也想明白了，这件事儿跟老宅一样，有他自己的命数，所以我选择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祝你们成功，叶子，祝贺你。谢谢你的陪伴，小亮。那你啊，赶紧好好休息，我先走了。在回宣讲团路上呢，刚从您那新家前头路过，怎么样？您那新房子特棒吧？快乐，这房子大是大呀，就是住着不习惯。哎，哪有咱们那小院儿好？大家有说有笑的，多温馨呢，是不是？我想啊，搬回去住。要是那小院儿真的拆了，以后你想住都住不着了，是不是？要不这样。我今儿晚上回去先给您归置归置，您明儿再搬过去，行不行？而且这事儿您得跟三婶商量一下，要不她该不高兴了。她高兴，我就不高兴了。我一个人回去住，她愿意在这享福，她就在这儿。反正这福我享不了。行，那就随您。哎，我说快乐，哎，你现在说话方便吗？我方便，您说吧。哎，你闪开！我想跟你说，我发现最近小亮在追叶子。这不闹着玩儿吗？这事儿他长不了啊！我跟你说，你不要看我面子三尺。在这件事儿上，咱绝不能让步。三叔，我明儿呢宣讲团休息，我回来咱爷俩好好聊聊啊。我跟小亮都是您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小聪，都别动！把手机、钱包都给我拿出来！喂，说话呀你！哎，快点！你拿出来！喂，师傅。哎，你呢？我跟你说啊，我刚才跟快乐正在通话，突然中断。他现在在长途汽车上，遇到了偷盗的团伙，可能好几个人，情况很紧急。他现在在112国道上芳村的路口附近。你啊，没有，疯了吧？这是。别动手啊！我告诉你们，我是内城派出所民警王快乐。刚才跟我通话的是我同事，他现在对这辆车的情况已经很了解了。给你们一个机会，往前开1公里，右转桥头江派出所，马上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老子刚出来，别想骗我进去。那片儿办过案，入手，我很快就到。师傅，那个大巴车有没有什么特征？没有，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了。我现在马上去，你撂个电话，你也马上赶到现场。我现在就给张一凡打电话，给快乐定位，我马上就到。上。报告方总，我已经跟分局汇报过了，他们正在查找王快乐的手机。如果像三叔说的那样，他一直没有关机的话，那估计很快就会找到他的位置。马上联系交通队。让他们在芳村以西50公里处设置路警。张一凡、李正，到到，赶紧你们的分队马上出发。是是。两
经确定了王快乐坐的大巴是 GF8H79，我们正在确定位置。好的，我马上通知三叔。喂。你是他们老大呀，我看你还有点脑子。哎，跟你谈个条件，你把这些乘客都放了，留我一人。我是警察，关键时候比他们管用。再说了，你看看这一车的人，孩子哭，大人叫的，你不嫌烦呐？闭嘴！喂，艾民，位置已经确定了，马上发给你。不到一分，我马上就赶到。师傅，咱们在前面路口往左拐，抄近路截住他们。没问题。好。有辆出租车老跟着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警察。放下刀！放下刀！休想！艾明呢？车在方方路口都停下了。对，匪徒跑了，我们在追呢。我从这边过去。三叔，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我和大家说，现在歹徒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有警察在，大家放心好吗？好，来上车。好，走走走。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叶子，怎么样？
初战告捷，以后啊就看你们的了。我提议啊，咱们这必须得组成一个长胜不败的铁三角。小亮，谢谢你们。快乐，叶子，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的设计图竞标成功了。叶子，小亮呢？小亮，在我旁边呢。三叔出事儿了。什么？小亮，三叔出事儿了。大夫。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全力了。他爸，他爸，他爸呀！三叔，我记得你老说过的话，一天是警察，永远是警察，一天是警察，永远是警察。我忘了，娘子，不可能！我前两天喝他多嘴了，不可能！我还说怀亮陪他吃饭了，不可能！娘子，你把他跟他走了，不可能，不可能！爸！听说和增援的警力还有群众把罪犯制服了，哎，这不锦上添花的好事吗？你怎么急成这样？哎呀，你不知道，我还听说呀，有个叫常三叔的老警察被歹徒打伤了，然后送医院路上就去世了。三叔，啊，他在哪儿呢？在中心医院呢。哟，我认识这个常三叔啊，常正怀。那可是王快乐的恩人呀，这王快乐就是他捡回来的。哦，是这样啊。穆萨肯定是担心王警官支撑不住了。我觉得不会吧，快乐大哥他，哎呀，穆萨担心多余的。我觉得真不一定，或许咱们真的没有穆萨了解王警官呢。让一下，让一下，不好意思。你知不知道我爸退休了？他退休了，你还让他去帮你？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是怕别人抢你的功劳是不是？但我爸不会，我爸只会帮你是不是？都到现在这个时候了，你还什么话都不说？除了天大的事，你还是什么都不说？你就等着全世界的人同情你是不是？在我爸心里。就只有你，从来就没我这个儿子，是不是？他还给我，还你！小亮，小亮，小亮！
我想让他陪着我回家，给我爸赔个不是。我不该跟他吵架，我就是想回去给他做顿饭，哪怕是一碗面。我长这么大也没做过饭，结果今天就让你这个王八蛋给送走了。小亮，你让开！ 小亮，你走开！快走开！常小亮，你够了没有？你爸爸走了，你心里很难过，我们都理解。但是王快乐不比你难过的少，在他心里，你们两个都是三叔的儿子。现在不仅是爸爸走了，他的偶像，他的精神支柱也走了，你明白吗？小亮，你误会快乐了。三叔当时给快乐打电话。 快乐的手机被劫匪打掉了，快乐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我们去都是三叔通知的。我就搞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都得替他说话？他到底是谁？凭什么呀？他从小到大就活在你们的中心，他是焦点，为什么呀？我这个如假包换的儿子是个陪绑的。 王快乐，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我去追他，照顾好他。走吧，我带你去医院看看。走啊！ 三叔的事儿我听说了，媳妇儿，我的假期结束了，我要去我该去的地方了。穿上吧。 谢你的理解。我知道，三叔说的一定是警察，总是警察。我也不想要那个跟丢了儿子的老公。不过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注意安全。是的，老婆。以上是分局对311团伙盗窃挟持、长途公交事件的总结一整章。 我们所获集体三等功一次，王快乐和李振同志获二等功一次，大家鼓掌致贺。王快乐同志在突发事件中，他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奋不顾身与歹徒搏斗，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你被公安系统。 评为一级一模，大家鼓掌预祝他参评成功。方所，杨政委，什么事儿？我能不要这个荣誉吗？快乐，你的心情。 我们能理解，但给你这些荣誉，你受之无愧。大鹏，快乐，我们知道你的心情。三叔退休了，已经没有执法的权利了。系统里
也不能给他荣誉，但是我们可以从见义勇为的角度追溯三叔为革命烈士。现在我和居委正在努力的去办啊。但是三叔可不见了。三叔不在了。我想啊，三叔如果在的话，他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做法。三叔一辈子不计名，不计个人的得失，他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看着还有我们这些曾经给他带过的徒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好警察。行了，来了啊，现在咱们的任务啊你还没有完成，组织上理解你的心情，暂时啊把你从宣传撤了啊，但是过段时间你的宣传资料还得要重新整理，这阴谋论访谈你还一定要参加，我们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你的工作，了解我们基层干警的辛苦和使命吧。但是杨政委，我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事儿没做了，希望小区方凯强我得去回访，张景梅我得去回访，还有柳云街拆迁那些商户想找新的落脚点都没落实呢，很多很多事。好了，这些事儿就交给小袁那么去办吧。啊，如果非你做的话，那你也得抽出时间按照上级规定交出去资料啊。这回啊我跟方所长做你的秘书行吗？是，行了，别哭了。别再愁眉苦脸了，老觉得时间不够用。别哭了，我知道你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要跟我们说说需要我们帮忙的，除了谈恋爱啊，其他活我都能干。谢谢李所，把伤养好吧。啊，没事，就是骨裂了嘛，马上就好。他被我挡了这一棍子，脑子都敲醒了。你看，现在人多正常，是不是？你又挤兑我？我没挤兑你。这一棒子打的帅多了，是不是？算上，这饭怎么也得吃饱，是不是？你听话，吃饱了这饭，你再想着行不行？你看你。咱这日子得过下去吧，啊，这穷过冷灶的，怎么办呢？干脆你搬我那儿住去，好不好？咱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让王莹跟快乐住一屋去，咱姐俩住一块，啊，行不行啊，飞哥？不行，嫂子，他三叔喜欢这老房子呀。我知道他搬了这个新家呀，不舒服，他就跟我说要回来住。我就想，亮给弄了新房子，咱们得给他把房子暖暖再回来，我就没答应。可是不知道是这样，要是这样，我早就搬回来住了。哎呀，咱跟家老不是说什么要你过来陪三嫂说说话，给他宽宽心，你怎么让我陪他很豪子的了？你是劝来了，你还是添乱来了？你闭嘴！好好好，我不对，我不对。哎，他三婶啊，还想吃什么？我再给弄点去。虽然说他三叔已经走了，可他一直惦记着你啊。他也希望你好好的，他才踏实，才放心呢。你说是不是啊？啊！你说的，我跟了他这一辈子，吵了小半辈子，都是些个鸡毛蒜皮的事儿。你说吵什么吵？现在把他吵走了。行了，你别后悔了，行不行？啊！你说哪家不是吵吵闹闹过来的呀？哪有吵吵不能过样的呀？是吧？你这日子得过，得往前走啊，咱们是吧？算了，你说你老走不出来，你说让小亮怎么办呢？啊？妈。哟，快乐来了。啊，妈。
把这给三叔端了，不气。快乐，三叔，您心里有难受，您打我两下，出出气啊！就别憋在心里，有了三叔。三叔要是不把我捡回来，不会走这么早。 我从小是吃您奶长大的，从来就没拿自己当过外人。三叔走了，我本来是想好跟小亮一起养亮三叔的老。三叔走了，我还是您儿子，更是您儿子了。啊，快乐，我知道，你和亮子是你三叔手心手背两块肉啊。 只要你们哥俩好好的，在我家的旁边是琉璃瓦的墙，胡同里的人是熙熙攘攘，夜晚的长安街是。 灯火辉煌，真理是我们梦想花开的地方。在我家的旁边是四合院的门，邻里街坊一起和谐美满。岁月的彩虹跨越了时间，故事里的人生是千回百转。嘿，老百姓的事儿就是咱的事儿，再大的困难。